了，你老师了，这边妈让你做不都是跟公公妈，你看，阿乐，阿乐，好，回去给外婆数门，老妈又去泡脚，她说她的脚痛，数门，外婆门从来没数啊，给她让她把新手不要给她吃到。长得稳稳的，你看他，你看。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动妈妈。他这个钥匙跟我奶奶是一个样子的，舍不得拿出来的，丢了地板。还挂有玉石那走啦，出门啦，这两个小家伙都要跟我们去，今天风大哦，他拿了外套，一个人拿一件的，要拿外套，不拿外套不行。我妈拿了一包这个，这拿过来的啊，我们拿过来的，妈要带个呢，你好啊，叔叔拿啊，拿啊， OK， 出发出发，出发啦，你的妹妹呢？你的妹妹呢？这里面没有，没有口罩啊。看一下那个锁在里面没有？哪个锁？那里面买了一个新锁。妈妈，我想吃，我想吃牛奶。吃牛奶啊？啊，等一下，水果搞起来了再吃好不好？没，你好，妈，总能等到你。到我外婆家了，因为两个小家伙睡着了呵呵，在车上，但是又不敢让他们自己在车上，所以说我英姐就在外面陪他们，就我自己进去帮他把那个锁给他锁好就 OK 了。又是走路，啊，他这个门没锁，不懂什么情况，他们那天去的时候不锁。换个新的，这个，把它把门给它锁好。OK。我外婆把这个狗都关屋里面来了，给它弄点吃的，给它弄点水。还凶呢，这狗。OK 了，弄好了就撤了。我外婆这个锁烂掉了，不用钥匙直接一拔了就出来了。哎，一推，哎呀，哎呀，不够劲，哎，一推就出来了。这个都里面那个珠子都掉完了。完了，这个他说这个他想去买东西吃，我给他10块钱，你带他去那里买，看他买什么。这个锁要吗？这个锁就不要了呀，你把这个新的锁给外婆就行了。这个还没行，这个起来我尿了。你要买什么呀？走吧，走吧，这个交出去吧。慢点慢点，着急得很，我的天。奶奶在街上啊，去泡脚了，奶奶。拿好你这个东西，谢谢阿姨。走吧。你有买零屋啊？零屋啊？嗯。你要分给表妹不？啊？这边。这